现在的邓为算不算娱乐圈的顶流？咱们拿数据分析下，第一，他主演的《仙台有树》还没上映呢，热度就拍到了全网第八。第二，去剪了个头发，被人误会，上了热搜第一。第三，最近三篇原创博文，所有数据全部9999家。第四，他在云起时的新角色正式话题阅读量破了700万。第五，超 like 等级钻二了，在所有男明星里大概是前五的位置。第六，邓为所有的数据在三大主流平台里全部都是前十，这还是他没怎么营业的情况下统计的。所以说邓为现在就是顶流之一，没啥疑问吧。